It has been over a week sinc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struck Turkey, and the Chinese rescue team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search and rescue for 7 days. The 82-member Chinese rescue team arrived at Turkey's Adana Shakir Pasha airport on last Wednesday morning. They carried over 20 tons of equipment for rescue, communication, and medical purposes, and for rescue dogs. How did the equipment help with the rescue efforts? We have interviewed some of the crews, and here is what they had to say. We have brought 19 types, and 1,700 多件救援类器材，主要包括这个针剪类、救援类，然后这个还有照明类等等。这是我们这个现场这个营地啊备份的检查好的一部分器材。你像这台就是我们的音频和蛇眼探测仪。通过这个细小的孔洞来伸进去以后，通过影像传输到这个屏幕里，我们看它是否有被困人员。这是我们的这个地震位移监测仪，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发生这个余震，这些为我们消防员提供这个救援人员提供报警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扩张器，液压扩张器。这是我们的剪切，像钢筋呀，这个需要就是用我们这些。这个液压的，这个是剪切设备，剪切，这个剪切像剪切钳，这叫剪切钳。这个就是您看的话，这一类呢是我们的这个照明设施，这个照明设施，对，主要用于现场的这个照明，因为我们夜间要连续工作。咱们现在这个运输的车辆基本有5部，能够保证我们每天日常的这些到达现场运输装备和器材。我们这个救援装备啊，首先要求的就是要便携。使用方便，便于携带，因为这个在现场救援现场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带了一些便携的超声，还有一些非常方便的一个现场消杀效率很高的那种消杀装备，还有一些就是便于操作的一些小型的一次性使用的这个手术器械。另外，主要医疗队员的他的日常的训练，他是一专多能的，基本的现场急救，还有这些日常的这个医疗保障这些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得非常熟练。